小说《水浒传》里面人物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风流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，然而在台儿庄古城的一处风景游览区里，把小说人物的造型雕塑的有点过火了。其中潘金莲裸露上身供游客们展示，使来往的游客特别是老人和儿童看得难免有些尴尬。